啲嚟親商台都哇，都要打招呼啊咁樣。我真係同商台嘅熟絡度係比其他台多好多倍嘅，其實真係。咁啊，因為有新歌咧，都要嚟到叱咤樂壇介紹下嘅。係啊，咁啊有終身贊助呢首歌曲。哇，好耐未派過講。系咯，歌上台唱一只 EP 就一路走啦，一路走来咧 EP 四首歌啦，咁之后上年就冇咗嘅。呢首新嘅广东歌咧个概念系嚟自你自己嘅，咁啊想写一首歌俾 fans 啦，或者身边嘅好朋友、家人、一啲战友咁样，咁啊揾林夕帮你写歌词，系咪咧？概念系咪？其实最早期系冇咁多饭添，即系谂住啊，因为其实今年会开个 show 啦，咁啊突然间谂翻。啊！我前年做嗰、那個紅館嘅演唱會啦，中場表演啦，咁我記得嗰陣時候，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啦，咁跟住啲歌迷就話：喂，快啲搞個 part two 啦咁樣。咁嗰陣時其實真係有打算搞個 part two 嘅，咁後屘有好多種種嘅因素底下就做唔到啦。咁所以就今年我哋決定去做呢個 show 嗰陣時候，其實就啊，不如同我林夕講，我想做翻隻歌俾歌迷嘅開頭。咁所以我就。所以你有睇到入面的歌词咧，就话多要好先可做到，会在乎我易感冒，赠如寒冷舞咁样嘅。嗰、那个歌词就咁，其实嗰阵点解有呢、這个即系赠如寒冷舞呢个歌词？其实呢一段咧，其实我就直接讲话喂，其实有一段时间咧，我就走咗去拍《西游记》，咁咧我就要做唐僧啊嘛，咁啊剃光晒个头嘅。咁跟住咧就有一次同啲歌迷要即係暫別幾個月啦，咁就喺嗰個某卡拉 OK 嗰度咧就搞咗一個 fans 嘅 gathering。係。咁跟住咧佢哋又送禮物俾我，即係佢哋咁巧咧，全部百幾人咧一齊，我諗有九成以上都係送個冷帽俾我。冇夾過嘅咩？冇啊！咁佢係諗住去，即係驚我去剃光個頭咧，去到啲沙漠地方凍咧，咁就即係諗住送啲帽俾我，等我去補下暖。咁所以嗰次咧令到我好深刻印象。咁所以我就不如擺翻一個咁嘅元素喺呢個歌入邊啦。咁所以後屘直爺就話都好嘅，不過就係佢希望可以將件事咧就即係更加廣闊啊寫得。咁所以後屘就變咗係寫人情味咁樣。连个 MV 都系，一开始已经有歌迷送冷帽啊，送帽俾你咯。系啊，因为嗰、那个即系最早期，其实嗰个出发点系想写呢样嘢噶嘛，咁所以就揾咗佢哋。情是什么？人情是什么？人情未令我记不起肚饿。冰天送炭，雪天送雪，一起领会甜蜜过苦楚。遗憾什么？还怀疑什么？团聚若有你，等于。珍惜你我，争执算什么？只因太在乎，未怕啰嗦。哦哦今天各自各，开花结果。当天煽动情侣那些歌，这么多，可不可选一阙会长荡气的歌给你？我。